欧文斯前排就自爆有一位老外男朋友阿 Peter， 而且感情好稳定添，计划明年就会拉埋天窗结婚噶啦。日前我哋就发现欧文斯同埋佢男朋友现身中环，同行嘅仲有一位外籍女士。佢哋搭电梯嘅时候好似好好倾波，计啄唔断。原来呢位外籍女士就系 Peter 嘅妈咪。哦，即系 Angela 嘅未来奶奶啊，唔怪之得咁好倾啦。嗱，据知 Angela 嘅男朋友 Peter， 佢系美国高材生嚟噶，嚟到香港两年，即刻成为金融界财俊，年薪成500万噶，绝对系女士眼中嘅笋盘中嘅笋盘啊！难怪 Angela 家要谂下计，点样氹掂啊未来奶奶啦，实行下呢个奶奶政策。你问佢哋首先就去饮嘢，然之后就搭的士去到四季酒店嘅意大利餐厅。席上见到任职 DJ 嘅 Angela， 发挥佢嘅口才，滔滔不绝咁同佢哋倾偈。Angela 出力之余，更加出埋钱，请埋佢哋食饭添啊！唔相信今次呢一招奶奶政策应该得米啦。得啦，点啊？一定嫁得出去啦！